我们还是让千玺给比如说这些甜心们一些建议，因为确实你也在舞台上成长过，发光发热就刚体验了、就是你会害羞吗？突然一下就是面对十个，哎呀会害羞，哎呀来一个害羞的表情啊！来三二一，哇！就是不要紧张，然后要放松，放松，听见没有？放松，放松，北京瘫起来，瘫起来。